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你看我戴上耳机就知道我要搞怪了哈。我要跟各位申请，我要跟大家报告，就是我们图书馆的馆藏到目前为止有200多万册，其中我们的那个纸本馆藏有100万册以上，所以我们的中正大学的读者非常的幸福，因为他们可以尽情的借书，借不完的书，但是我们图书馆呢？ 就要尽情的上架，有上网的家。你知道我们什么上架的吗？要不要学？要不要学？大声一点，要不要学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教你怎么学。但是在学上架舞之前，你们一定要先暖暖身。为什么？不暖暖身，会坏掉，还会滚罐啊。所以呢，你要跟我一起来。 看看我，跟我一起学，好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好，跟我一起学，先甩甩你的头，哦，我要看我能甩了，变甩哦哈，甩甩你的头来，扭扭你的腰，有没有扭？有没有扭？好，扭扭你的腰，松松你的肩膀，松松你的肩膀，踏踏你的脚，踏踏你的脚，有没有人没踏？跟我一起喊一下，有没有没踏？ 张开你的双手，张开你的双手，张开你的双手，让我们一起跳吧！哇！快跟自己的舞蹈团来站一站，上跳舞，要尽情的跳哦！我刚才已经表演得很精彩哦，你就比我更精彩哦。
好，我们这支舞跳得好不好？好，再次给他们鼓掌好不好？其实这支舞跳得那么好哈，我们要感谢那个黄碧佳老师，黄碧佳老师，哎，他这支舞是他编导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小的一点提醒啊，这个感谢代表我们黄老师，我们请馆长来。然后今年我们就想说把我们上架的动作把它分解组合配拍子，他们也练了快一个月了，都是年纪有点大老骨头，跳成这样子非常不简单，而且要男生女生都要上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图书馆的馆员要创意活泼，体力要好，然后脑筋要快，更重要的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，也都能够做得来，谢谢他们哦，谢谢，好，谢谢黄老师。这也是秀才人情纸一张。那明天要不要再？再，两个文好不好？